支付宝到账100万元。本人的名叫张雪峰，弓长张，下雪的雪，山峰的峰。张三，张三，张三。比如同学，你有没有对象啊？在谈了101次恋爱。你有没有女朋友啊？有几个？光二奶就包了8个。知道什么叫民风彪悍吗？我们那边两个人有了矛盾，我们从来不吵架，上去就干他。警察从旁边过，说好猛啊。卫生局局长也从旁边过，说真的有点猛。吵什么？有什么好吵的？都没有句名言，能动手的坚决不吵吵。我和张三打架，把他打倒在地，他躺在地上，腿断了，动不了。结果两条野狗过来了，咬了他一口。那南方就不一样啊，南方完全不一样。你到天津、上海，你去看一看，你知道吧？两个人脸贴脸的在那吵啊，就是不打呀。带吵架，同学们见过没有？啊，结果想骂人，我骂不赢，我上某宝啊，多少钱？啊，他说200块钱包赢，啊，上海话加50，啊，武汉话加100。重庆话不接，吵不赢。